好，大家好，我是 B 台湾。然后 B 台湾今天呢，要讨论的专案是，就是跟就是之前司法院提到的，就是他们要做一个智慧化裁判草稿系统。那因为这个智慧化裁判草稿系统，所以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现在司法院他们就是在研究相关的使用指引的部分。那 B 台湾这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就是延续之前我们一些相关的成果。然后就是把它实际的应用并落实在相关的政策中，所以我目前呢是分成，最后你是对于第一个是如何设计感兴趣，然后第二个是如何到更多意见来感兴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于 B 台湾以后和我们单位参加的好伙伴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会整合是会需要跟司法院合作，然后来介绍的资料，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想讨论说是如何利用司法的一些议题的意见，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肯定会盘点一下相关的议题。这个是我们典礼要报告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们目前呢，在B台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包含说我们之前我跟工作经理讨论说，就是利用资料集的方式来建立不同意见的 chatbot， 然后可能的合作方向是包含说，就是看能够利用 OpenCV 的功能来协助 Police 更新，然后还有利用B台湾的程序来测试相关的功能。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协助就是建立那个调整是否符合滴滴在台湾，如果还要真的在台湾设立几个单位一样的话，那滴滴就可以协助做调整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最近在要热切在进行的，我们目前呢希望针对就是司法院的这个人工智慧工具的部分，希望能够跟司法院做接洽，透过滴台湾结合多元利害关系的讨论，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讨论的成果落实到司法院的人工智慧指引当中。那目前除了跟司法院合作之外，我们也同时有在跟司改会还有 SNC 就是科技媒体中心接洽。那事实上 SNC 跟司改会他们即将在10月17号的礼拜日会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就是会特别请来科技的方面的专家来讨论就是人工智慧应用司法上的一个议题。那我们 OpenAI 的后续发展其实也跟社群大家做个报告。我那还有上一点时间，就是最后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OpenAI 后续的发展。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OpenAI 之前有发生过那个基础权的事件，那事实上现在新的董事会跟新的就是遵行团队上任的时候呢，负责推动这个专案的 Tina 和 Sally， 他已经跟新的董事会开完会，并且已经确认新的董事会是支持相关行动，但是不太确定说就是我们这个相关成果的。就是由我们整个十个团队所共同撰写的 blog post， 那可以在什么时候进行就是上线？那如果有上线的话，会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进行。那同时，因为12月20号的时候 ，Teddy 他会来台湾，所以不太确定他会来的实际上去。那我们到时候如果有任何消息的，再跟社群分享。谢谢大家，那就今天的专访。